一嫁出以后，凤飞飞佮翻唱他，然后经过二十几冬，我又翻唱了这首歌，这条歌叫做《想要弹钢条》，啊，对我影响足大。我第一次听到台语歌，这么优雅的旋律啊，然后讲的词其实是足前卫的一个概念，就是这世人去找含你弹钢器的人。含你唱同一个调的人，其实足困难的。啊，这种写法伫较早啊，日本时代即足前卫啊，所以我做配乐家写老歌。其实伫迄当阵，大家可能唔知影，迄当阵做唱片哦，足困难，比咱即马困难。咱即马拢会用去用西洋来做 sample 哦，摕伊来抄看卖啊，啊是日本、韩国咧做流行音乐，摕来听看卖啊，照样来做。迄当阵台湾咧做的时阵，拢无任何。比他们早做流行音乐的，所以他们都是第一批，拢爱用药去淘二，比如讲是去日本录音的顺淘二啊，所以我做配合伊当阵的做音乐做唱片的人，这条歌啊，想要弹钢条，伫我专辑内底算，甲这批人致敬也好，啊是甲迄个时代啊，好像唱一首歌去安慰他们说，您做了足好啊，我家后生晚辈还要学的很多。这条歌啊，想要弹钢条。心内想要甲伊弹钢条。哪在心头有飘摇，予伊会知影着我满腹的心跳，心肝无。总想不晓，心内想要甲伊弹钢条，哪知心情莫妙妙。心情怎样袂明了？卡讲呀，讲袂得了。